辈子就是我18年第一次来迪士尼酒店的时候，坐着拍第一张照片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梳妆台或者是写字台，然后这边就是电视柜，下面什么？冰箱，看看里面有什么，啥也没有，空的。这边是有什么？糖茶，这个茶跟我们家里用的是一样的，就是我有一次跟师姐到迪士尼这边来喝那个圣诞节的限定下午茶，然后就被种草了这个牌子，然后就买了很多。然后后面是咖啡，咖啡伴侣，然后再后面是咖啡。然后下面空的，空的，这边下面有个保险柜，呵呵。拖鞋呢？原来这儿不是有拖鞋吗？有个手电筒。尊敬的客人，欢迎入住迪士尼乐园酒店。这个铁盒挺好，挺可爱的。师姐，过来，你先拍，我一会儿再。你帮我拿一下，我打一个手打不开铁盒子，快点。这个铁盒子很萌啊。这是什么啊？啊，好可爱呀、这是送我们的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的，应该是送我们的。慢点问一下，这个能不能拿走？在师姐这张床的上面有一幅这个是梦想曲，不，幻想曲，对，幻想曲的。我还有这个裙子呢，就是这个里面米老鼠是一个魔法师的学徒，然后他搞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。然后这个上面这个。天花板的那个边上全都是高飞、普鲁托、米奇、唐老鸭，然后那个空调的出风口，看也是一个唐老鸭，然后这边给了四瓶水，然后这边有个大大的镜子。上面那个灯，萌萌哒。然后这边是衣橱，哦，拖鞋在这儿呢。还有浴袍，这是小朋友的浴袍吧？拖鞋、洗衣袋，还有上面还有被子什么的。然后洗手间。我又回来啦！看师姐在干什么？起来帮我拍视频。刚拍了吗？起来，快点，我要拍一个，我要拆箱。等一会儿再拍。为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看什么？等一下。那我不是刚开车开到这里来，你坐着呢，我不得休息一下。你让我先把裙子拆出来，待会儿皱了。嗯呐，帮我拍。